川哥，你这有微信吗？就只有支付宝啊。然后我没带现金，我又有微信，平时出门都没有带现金。微信的话，我现在申请不了。微信，那你有手机吗？有啊。那等一下我加你手机，我再转微信给你哦。微信我没有啊。微信你没有啊？有啊。哇，我平时现在我都不用支付宝，我就用微信，都没带现金。哦，就是你爸爸去世了是吗？妈妈改嫁了是吗？那家里还有个弟弟是吗？那你现在工作了没有？之前在厂里面聊天工作了。哦，那你这些补课的话是做什么的？搭房子。哦，自己搭房子是吗？那你家里现在搭房子了吗？那你爷爷奶奶呢？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是吗？哇，那你又平时又不用微信，用支付宝？微信的话，微信是两张卡的。哦，是两张卡的是吗？对啊。我平时现在出门都不带现金，只用微信多。那你弟弟现在还读书吗？初二了。哦，读初二了。哦，我在搭房子。那你今年多少岁啊？十九岁。十九啊？哦，就已经不读书了是吗？那你妈妈现在改嫁到远的地方了是吗？他们还来看你吗？哇，这样啊。就是去广东打工了，回来了是吗？那你可以在南宁找份工作啊，南宁近一点啊。